呢，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呢，尤其是你坐在这边啊，甚至你如果现在不写以后，这个时间表会变哈，时间表会变，没有关系，你就会有减肥了。那如果你已经做的差不多，或者说我还做到一半，然后你可以先来这边先做一个储存的动作，好，把它消耗板先储存下，好，先储存下。比如说我现在先存起来，那我放在我们这个电脑里面。好，是的。OK， 但是这样存好之后，你千万不要这样就做完了，还没啊。因为这样存下来，只是把相片档存下来，你的影片呢那些它并没有存在相片档里面。所以现在，现在之后呢，因为你的影片也许会放在桌面有放在别的地方，我的文件之类的会不同地方，所以你要看这里有一个叫做，你存完相片之后有没有一个叫智慧存包，有没有去吃过喜宴？啊，去年那喜酒啊，怎么样？打包回家，这叫智慧型包装，还没下了。包包在，我不要下了。最后这里面还包装了，你用智慧型包装，就是帮你把你有用到那些素材，包括影片、声音，包括一起带起来。好，还把你收集到的资料夹里面。所以我们来示范看看，从这边智慧型包装，怎么样？还有要让你先把你的档案先储存一下。好，是。接着他就问你了。好，你的账号呢？你要放在哪里？好，你如果不要放在这边，你就往这边去选另外一个位置。好，那他会帮你建立一个资料夹，账号名已经放在这里。那他会告诉你说里面呢，总共有六张影片，然后大小是这么大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按一个确定，他就会帮你所有东西都包起来哈。好，现在呢，你就来这边看一下。我们来这里。好，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特殊的资料夹，点进去，有你的专案档，还有我们刚才的照片跟影片，这样你了解了吗？那么当然呢，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资料夹，你也可以重新命名没关系，你就把它丢到我们的 FTP 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来 FTP 上的话，现在就是甲方嘛。你可以先放在这边，好，你就把那个资料夹丢上好。我为什么要先讲？因为我的影片档案很大，所以我要留一点时间让你可以上传，好不好？因为现在大概是几分钟啊，你可能上传要一点点时间。